Hello. Hello， 大家好，你们都来了吗？哇哦！然后你们也可以问我一些问题，等一会儿。然后有想问的要好好问，不要让我害羞。就看你们了。什么？你爱我吗？哇哦！我。我爱你们啊，回答完了。好害羞呀。哎，这个是什么来着？我记得的。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什么把故事变得永远，在我的怀里不用害怕。害怕什么？那那不行，我不能抱糗事，必须想起来。什么痛在一起叫，梦分开了叫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你们就是想我抱糗事是不是？我已经唱出来了，我不管，我唱出来了。你们真的太坏了，就只会啊，太坏了，太坏了，怎么是一样的？啊，帮帮我嘛，是什么呀？他们说告，他们整我，谢谢姐姐。让那个我们陆克然来替代我吧，我报一个他的糗事儿，反正都差不多，好吧。有一天我们去洗完衣服之后，然后回宿舍，他走去隔壁少城时代的宿舍了，然后进去几秒之后，他还不知道自己走进宿舍了，然后看到我在外面，我就在外面哈哈哈哈哈的大笑，然后他才赶紧跑出来，而且还不敢看我，就咚咚咚的跑出来，然后跑到我们宿舍，然后爬上了自己的床，然后把被子蒙起来。糗不糗？你们说糗不糗？太好了，我这个人就是，对，报一件他的糗事是不是更爽？啊？我都报完糗事了，买买买！我的发色是什么？这个。这个现在这个可能是从那个深灰色，现在告诉你们了，从那个深灰色掉成了我也不知道什么颜色的颜色，土豆黄吧，可能是土豆灰。当我老婆吗？眼睛是肿了吗？哎，对，我的眼睛经常肿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稍微就晚上喝一点点水它就容易肿，而且再加上就是最近时差没有太倒过来，因为其实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录制都是比较晚上嘛，就是很晚很晚到早上那种，然后现在就是有点没有调整过来，就是一般我都是特别精神，感觉自己一到晚上就特别特别精神。哎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今天的那个节目里面，就是我吃完烧烤以后，吃完烧烤以后就有一个在采访间里面的采访，然后我的眼睛是直接只有一条缝的，但是那个双眼皮就直接是可能有5厘米吧，真的超级大，就特别夸张，所以说晚上不要吃烧烤，太可怕了。王者什么段位啊？嘿，我说了我是最强王者，你们这些人怎么老是还要质疑这个问题呢？但是我现在很久没有打了，它就是掉了，但是我那个技术还在，知道吗？实力还在，虽然说那个
头衔可能没有了，但是我的技术还是一直在线的。You know， 太坏了，真的太坏了，小土豆崽子们，你们这些人太坏了！哇哦，小土豆崽子们，你们又开始乱叫我了，是不是？还想让我叫你们冰淇淋？你们胆子可真大呀，真的胆子太大了，太危险了。看这些都刷的是什么，太可怕了，我的小土豆崽子们太可怕了。其实我就是哭不哭我觉得就是有那么重要吗？我其实没有特意的去支配自己，我就是觉得当下我应该开心还是快乐，就是我想让大家开心，所以我就那样去做了，就不想就带来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哭不哭这个不重要，所以你这个哭了也是可以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在干嘛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奉陪吗？我唱不奉陪。下的下的下的，哎，别的怎么唱？我是我呀，只是我呀。哎，还有什么飘渺的灰啊？哈，飘渺的灰，我是我啊。好了嘛，就这样嘛，不要为难我了。哇，你们真的，妈妈，哦，妈妈好，妈妈，其实我最喜欢 rap 的那一段，就是完了忘词。妈妈，可不可以请告诉我，为什么人会变得不一样？那是天生过的美丽日子，我记不住词。早就忘了应该要更努力爱着他，早就忘了心去包容他，自顾自的生活是否假装继续忙，隐形在你的面具背后充满许多的表情，到最后却始终如一，真的更好吗？就算受了伤，眼泪也如雨的下，改变就能解答，改变就能到达，告诉我妈妈妈妈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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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意思一下可以了，或者是想问的好奇的，就是懂事点哦啊。 Biu， 我没有在逼问你们哦，哦，我没有在威胁你们哦。好好好好问啊。完了，这只有一个问题，你是我宝宝吗？你想是啥就是啥，好吧？这太肉麻了，这太肉麻了，不行不行，就是，你们随意好吧？随意随意，大家随意就好啊。这群小兔崽子真的，你们真太会了。偶尔沉默什么都计较，不辜负每一秒哪怕迟到，至少在回顾的时候会知道记忆中你的重要，困扰跌宕辗转寻找美好都是必不可少，守望星为我祈祷，那种无法自拔沉迷于其中的感觉，如果不能逃离就让它沦陷，我对自己说 tonight。
当泪水浸透了枕边，心脏掉进了深渊，只有沉默才能悄悄帮我拉下这门帘。玩笑变成了谎言，思绪躲在了房间，听小脚步，目光呆滞在窗前。你本来就不快乐，还为了别人难过，却是你拼命换来，可别再去当个败者，请展现出你的高傲，看他们有多渺小，这是属于我的八小时药效。这是属于我的八小时药效。别和我叫嚣，我对你尊重小小，只是因为我有你毛，别妄想起我头上，然后说着为了我好。你看我多执着，活得也多自我，穿着个人字拖也从不曾示弱，我就要高调，不只是咆哮，充斥着嘲笑，八小时药效。接下来这一段就是属于谢可寅的八个八拍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唱的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数拍子。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接一下下一段 Let's go。 保持着八小时的药效状态，把过去全部都给搞掉，王牌我开始起飞，把你们撕碎，不理会是非，没有过疲惫。保持着八小时的药效。我会为你向神祈祷。保持着八小时的药效。我会为你向神祷告。It's Michael。就不能因为你们宠着我，然后我就为所欲为，这还是不行的，是吧？给谁打电话？我给谁打呢？给谁打呀？这要我就给一个最容易接我电话的葛心怡，我怕他不接我电话，他这个人经常消失。果然小哥哥，接了。Hey bro， 干啥呢？吃饭呢。跟谁呀？经纪人姐姐。我要你夸夸我。夸我啥？你说林凡是宇宙第一小可爱。快说。为什么？快说呀。你干嘛啊？你干嘛啊？我是因为我是宇宙第一小可爱，所以你要说我是你要说你是宇宙第一大土豆。葛心怡，你干嘛？你好奇怪呀，你干什么？葛心怡，你太坏了。我们27号不要见了。不行，我们同一班飞机吗？不是。那你赶紧说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在那个，就是直播，要给一个人打电话，让他快点说出这句话。完了，马上2分钟了，你看还有40多秒了。说什么？林凡是宇宙第一小可爱，然后如果你不说，我就又要接受惩罚。宇宙第一小可爱。第一小可爱。啊，你再说一遍，你看，你让他们听到。快点，快！林凡是宇宙第一小可爱。哇哦！我没良心，我现在良心好痛啊，林凡。良心痛 ？What？ 葛心怡有劲了。干嘛、啊？别说了，好赚钱，然后回来养我们。好。能这样吗？能这样吗？我太惨了，太难了。你跟我好了，我不再跟你说了。Okay. 我成功了 ，Yeah，It's okay。这一直在重复 ，Yes okay。我作弊了，我为什么作弊了？为什么作弊啊？要引导他说啊！完了，我还是要接受惩罚。
那没办法了，那我已经帮了你了，我没那么大一个良心帮你了，命吧，林凡有时候命。我跟你说，我粉丝们真的要学会接受。好，拜拜拜拜拜，等一会儿再联系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挂。导演姐姐都没说我作弊，你们要说我作弊。我喝口水，冷静一下。谢谢。怎么 wink 就是说一直这样是吗？不可以定格吗？感觉今天有点不会 wink 哟。我不是挺会的吗？为什么现在就突然就不会了？来，我不怕。有三十秒了吗？有三十秒了吗？这真的，以后要是我有什么再有什么舞台，然后再做这种什么有 wink 的，或者是就稍微就是为了舞台去就是。融入那个情景表演中，你们就会想起这一幕，就没有那种味儿了，知道吗？没那感觉了。没事儿，你们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。不是，你们真的开心就好，没有逗你们玩呢。口红，他们叫我补口红。口红都被我吃掉了。够红了吗？你们叫我补的，你们叫我补的。怎么都不是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怎么都不对？是螺蛳粉了吗？吃了，我尝试了，就是在悄悄的时候，然后最终还是被那个小宅给劝上去，就是尝了一下那个螺蛳粉。虽然就是之前都一直住在他的宿舍楼下，饱受折磨，那个味道每次我和陆克然就啊，但是呢我却上去吃了螺蛳粉。我相信陆克然也会想吃的。哎，他上次我们在录友谊趴的时候，他好像说过他会想要尝试一下。其实他就是闻着臭就吃着还行。对，人就是这么善变，我就是这么善变。就是之前还说不行，不能吃这个，我就是这么善变的人。吃上了螺蛳粉。宝贝，有没有打算参加综艺？我现在呢就是都
都想，就是我还是就是我想吧，就是出一些自己的写的歌，就是一些作品或者发一些先，然后呢也想上综艺，因为我觉得好好玩啊，就是特别好玩，我觉得就是特别享受其中，乐在其中，关键是还可以就是也给别人带来那些快乐，然后自己也很快乐，就很快乐。焦糖拌蜜桃，想做什么都去做吧，只要能够让你感到满足和快乐，你全力以赴，我们奉陪到底，陪着你成长，成为真正意义生辉大明星。嗯，就是挺谢谢你们，就是相信我，就要陪着我，这种就是挺，其实心里面还挺踏实的，就听到这种话。哎，每当这种时候就，不好意思说，就是其实我心里面都知道。我都知道，是我们的777林凡，我是你马来西亚的粉丝哇！之前给你写过信的那位，你在海外也有超高人气的哦。希望你以后可以到海外进行活动。谢谢你为我平凡的生活盖上了一层欢喜。嗯，就是很感谢也有海外的粉丝，就是也会看这个节目，也会喜欢我。然后呢，就其实不管是这位粉丝还是很多粉丝，我都每天都是很开心，就是每次看到你们说会因为我快乐，就是很开心，所以就更想去做一些事情了。就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平凡的吧，就是在一个轨迹上，我们都是一个轨迹上的人，所以我们才会懂得互相的点，懂得我在想什么，我懂得你们在想什么，为什么会开心。哇，我在说什么呀？就是烦恼总会过去的，就是还是睡醒又是开心的一天。开心也是一天，难过也是一天，不如开心的过着，对吧？对吧？哇，我现在要牵牵我的这个酷小狗，小狗狗，然后要送给你们，然后我要在上面签名，签在哪儿呢？签在它的肚肚上，好不好？我签它肚子上。然后现在我要牵我们的小天猫，小猫猫，小狗狗。最喜欢听你的哪个舞台？嗯，其实我在青你里面，就是其实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最喜欢唱 rap 嘛，就还是希望自己最原始的自己是希望自己酷酷的帅帅的，然后也可以可可爱爱的，就是什么方面都可以有。然后所以说就不管是从我的24个比例，还是有点甜，还是悄悄，还是今天晚上的不用去猜，就是其实我都很喜欢，我就是每一个我都有很认真很用心的去对待，就是在比例的时候，就是我会融入那个剧情里面，就是那段时间我特别昏迷，就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然后就是那种很迷失的状态。然后到有点甜后面，我就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比较甜的一个可爱的妹妹，然后就去带入那种情绪中，然后直到悄悄，我就是完全的进去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把自己真正的
内心的所有的可爱全部打开了，就是真的有在很融入进每一首歌里面，然后所以每一首歌我都有很用心的去做好。所以如果你要问我最喜欢哪一个，我就是真的选不出来，因为我真的每一个都特别用心。然后包括最后的不用去猜，就是我真正就是想表达自己，包括那段词，就是我唱那段词我也是特别喜欢，就快乐是自己的，对吧？好了，我相信你们都懂了，说唱王者用什么英雄，回答这个吧。我不是回答过吗？对吧，我回答过啊。我是不是我记忆错乱了，还是你记忆错乱了？为什么要问同样的问题？而且我，对吧，我们重新来好吗？来，三二一，结。凡凡会看私信吗？还有凡凡有什么小癖好？私信我就是上微博的时候会看，但是那个刷的真的太快了，每次那个手机就会快卡爆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尤其是我在评论的时候，就是去回复评论或者是干嘛的时候，就是我都有点头晕目眩，但是我还是会就是通一下点进去一个看一下，就是会偶尔还是会看一下。我好像没有什么小癖好，我想不出来，我应该是有的，但是我现在你让我一时想不出来，等我哪天想起来了我告诉你们吧，我会好好回去想一下我有没有小癖好这个问题。啊，我喝一口吧，先喝。我没事儿，给你们一点笑容，慢慢猜。晚安，早点睡觉啊。晚安。走了，真走了，拜。